阮阿娘，考袂得咱明仔载就会使申请。伫个即个时阵，阮阿娘更加无理由来陷害女王，来阻碍咱的婚事，对无？或者是，红姨就是看我坚持唔答应娶青丽做妃，才会一不做二不休。洪表姐呀、啊，我拜托你啦，你一定要替阮阿娘做主啦，我求你啦。那无，我愿意无计较名分，做你的男宠，或者是男奴，拢会使。只要你会使替阮阿娘洗清冤枉，你要叫我从啥，我拢心甘情愿。洪表姐，洪表姐，洪表姐，我求你啦，洪表姐。你去啦，你无需要安尼。这件代志事关重大，唔那是红姨的千变，嘛牵连着阮母皇安危，还佫有女立国的未来，我自然会秉公处理。假使红姨是清白的，我自然洗清的冤枉，予伊转身离体。啊，不过伊若是有罪，我嘛依法论处。安尼你会当理解吼？无可能。阮阿娘无可能有罪，你莫激动，我可劝你好好休困。明仔载公审了后，案件自然会明朗。我先来走。洪表姐，洪表姐，洪表姐。你即摆状况安怎？真无稳定，看起来你是毋知影实情。伊若真正毋知影实情，即款的反应嘛正常，因为这样代志对伊来讲是真大打击。看起来是安无误着，啊！不过经过这边的风波，我嘛唔知影，什么应该信，什么无应该信。家姑娘过好，知无？是。咱来走。阮母皇精神了未？有精神几摆，要毋过时间都无长，药啊食了以后，就阁继续困啊。安尼看起来，迄个药啊有效，阮母皇的精神嘛有较好啊。有。轻易带来迄个努力，阁真正有淡薄仔能力。公主，既然是安尼，不如再努力继续试看卖，无得讲啊，会当找到治本的方法，予女王恢复正常。代志到这个地步，只要有任何希望，我拢愿意试看卖。素贞，是，你去通知轻衣将军，予迄个努力进宫来照顾女王。是。上青红去用抓起来，想袂到这土王啊，这么厉害啊！啊，唔那会洗脚食咯，啊连个米个迎宾馆，连个米个客房，啊，啊佫会生一生哦，生十外个呢。所以即马三乡青红嫌疑上大。照这情形看起来，是安尼无唔对。啊，既然即马吼三乡青红去用抓起来，啊，奶奶是安那唔放迄大明的事实出来啊？即马袂用确定三乡亲王有罪，所以嘛袂用确定台面事实无罪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嗯。不管哪讲，至少咱加一个线索。嗯。王德树，即马女王的情形安怎？敢有改善？有。大公主特别指示，爱你进宫去照顾女王。苏阳非常愿意。哈？爱苏阳进宫？啊，无然呐。敢讲恁将来吼是龙潭虎穴，还是阿鼻地界啊？啊，啊晋江敢有遮恐怖？唔是啊，伊晋江照顾女王，安尼我要安怎？啊，敢讲你也怕袂欠人照顾？一死大块啊，我啥物怕袂欠人照顾？我若是无法度像即摆共款，逐天看到苏阳遮尼缘投、遮尼漂白、搁遮尼古锥的面，我是会起痟的啦。青衣将军，你免烦恼啦。为弟，你常常有进宫的机会，敢毋是？那安尼，你就容易看到阮阿兄遮尔啊缘投，遮尔啊古锥，遮尔啊漂皮的面啊。你讲一般袂使看得到。嗯。袂使。安尼就表示讲，将来所有人拢会使看得到。
哦，注意宫内人，大家拢找骂。没事，我袂放心。将军，将军，你是要创啥？哎，将军，你唔通用我要离宫，你阁想袂开哦？啊，对啦对啦，你唔通安尼就自杀啦，代志袂遐尼严重啦。什么？我要自杀？我要帮苏永辉哦。将军，你唔通安尼，你咪想袂开哦？讲啊！我讲。阮将军是为着你好，你拄仔来阮努力过，就发生这么多代志。将来遐个查某拢是足勇敢的呢，因若是敢孝顺你吼，所以，所以你相信我，我安尼做绝对是为你好。哎，对啦，苏阳啊，我听将军哦讲到这么有感情哦，搁这么辛苦着，嘿，人伊安尼做确实是为着你好咧。真是大可的，哎，啊，本来就是啊，这酒啊是穿肠毒药，色啊是挂骨更多，哈，怀撇之罪啊，色不美人，人自美。大可的，你讲的一点我摸唔着。多谢啊。所以，我心肝宝贝，你放心，将军嘛袂讲，因为你变歹啊，我都无爱你啊。以后我绝对会好好啊照顾你的。啊，将军，你敢真是真心将阮阿兄的面容毁掉？我当然是做唔甘的啊，要唔过我嘛无其他的办法啦。将军，我想到一个办法啦，我看过去，我陪阮阿兄进宫，替将军好好照顾阮阿兄，较免去别个查某下毒手。你应该会当信任我吼。哎，若阁未放心吼，过去吼，我苏阳吼大面色。来，大家看袂清楚哦，伊就不来接啊。什么面色啊？这厝地无用，三百两。哦，我安尼讲是有你好呢。啊，若无哦，你唔大面色，啊，你会当毁容啊，你家己见啊。哦，当作我无讲。苏娇，这个我相信你。不过你爱答应我，一定要好好照顾你阿兄。伊若是有啥物差错？我一定会找你啊！将军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尽我的责任。那呢，恁就随我进宫吧。啊，是是是。苏阳，我的心肝宝贝，你要好好照顾你家己，一定要平安倒转来哦。哎，将军，我你看你，我不习惯，你别扫我。苏阳。公主，竟然搁要关心三乡亲堂，是师傅。即摆到底发生什么情况？什么时阵咱唐女哥连处理犯罪案件都爱这么麻烦啊？大公主讲，三乡亲王是长辈，袂应随便判伊的罪，应该要给伊一个公平审判的机会。这是什么道理啊？唐女哥犯罪案件遐尼啊多，伊哪有时间一个一个去讲予清楚？既然你这么三心两意，唐都国到底何用？师父，弟子认为，若真是想要做啥，即马应该出手。点去？我要做啥，需要你阿家教，但是。是嘞，弟子知错。袂用的，我若是无插手，管三乡青龙这件代志，恐惊真正有探访，心出事实的真相。对。过去，我就用法术来控制三乡亲王，可以在公堂上警告神明所犯的所有罪行。那安尼，谭芳就算讲要救三乡亲王，嘛是无法度啊。典韵，地主在，去密室替我准备，我要做法。地主准备。难个难个。不不三那个，伊都哩那个，是新人都那个，天上心魔，做我主人，人都袂坏，天上地四公无穷，三乡青龙分别何在？
我是冤枉的，我是冤枉的，我无人爱女王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男的男的，不服的男的，一刀的男的，是新人都得。我早就看伊无顺眼啦！少爷，你看这个查某，伊咧变到遮奇怪，敢讲伊是起痟？这毋是正常的反应，伊应该是予人利用来打做的。是我做的，那么你想要安怎？我嘛干那命一条命，我无一个囝。青龙已经中了我的法术啦，我唔呐会当完全脱罪，而且台面的输者也难逃一死。是安怎讲？地主原本吉祥，因为分担探访真紧就会知影，唔呐是沙乡一个人咧陷害女王，伊也阁有共犯。共犯？就是迄两个。大明的书架。土阿妈嘛是我做的，都是我，是我做的。少爷，你看这个查某好像是愈来愈痟同款，头拄只开嘴下嘴，搁咧画冤枉的人，即卖也无人问伊，伊竟然就承认所有的代志拢是伊做的。但是我即卖爱你承认拢是你做的，嘛毋是啥物困难的代志。少爷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个查某可怜，有人用法术控制了，算算去。只要有人出来认罪，咱就听我趁这个机会撇开这个加害女王的罪名，其他拢是因内部的代志。但是想愈远愈好，卡袂火烧厝去，让人烧过的过。安尼讲也是对啦，若是安尼讲起来，这件代志。敢毋是老国师伊为着要解救咱所动的脚手？老皮翁，无可能。我太了解老皮翁的个性，伊是甘愿放走一千，也无可能错杀一个。人是正人君子，哪有可能用这种傲步数？国再讲，这查某人的身上一点啊毛气嘛无，根本无可能是施法加害女王的人。那照上嘛，你安尼讲，毋是老国师伊阁会是啥呢？现在也无缘无故，我找一个替死鬼出来。照我看，应该是老夫妇开始出手了。少爷，你讲这个话，前三无了解。拄则少爷佮你讲，毋是老夫妇，那即马少爷你又佮……我并不是讲是老表面施法控制伊的，然后这个查某人强行互人关入来大牢，就表示老表面已经开始调查。而且伊的手头也一定掌握着一寡证据，这凶手开始惊，为了自保，只好施法变这种出头。原来是安尼啊，少爷，你确实是高明。虽然讲你人去王官的大楼内面，也毋过什么代志，少爷你也是清清楚楚，青山会好。是我安排你哦。啊，不过不是我一个人，我哪会晓什么法术？自然
是有人跟我斗三工。伊讲，只要我拄着女王，伊会用大明的力量替我登上女王的宝座，伊就是大明的使者，欧维勇，就是欧维勇。喂，你这个查某，你起笑就起笑哦，敢讲有啥物期待？你别胡白乱看穿，啥甲你是共款啊？是欧维勇，伊讲伊要甲我斗三工，得到女王的宝座，是爱我对女王施法，是爱我害女王的。是欧维勇，欧维勇，真正是有够毒的手法。你在做啥？犯人进来啊！害啊！别再让人听到伊的胡言乱语。众爷聆听我号令，开口无言，沉默无声，金碧如露日。这个做法的人哦，实在真恶毒了。既然也敢对女王的亲小妹下手呢？好佳哉，拄则是少年，你会发出高明。也若无，若是去让拄则迄两个听到这个小查某在黑白讲话，咱两个一定会叫伊拖落水。即卖只是一时的宽疑之计，也毋过若是袂当覆盖对方的法术，也是同款无法度彻底解决问题。那呢？你著赶紧破除对方的法术啦！讲到这么简单，这是大路呢。我都开大，是要怎破解对方的法术？我即卖当做的，仅仅是让伊开嘴，讲袂出声音尔。安尼嘛是用一啦，就继续，袂歹讲出声音嘛。伊伫大路内面，我有法度。伊若是离开大路，离开我的视线，我的法术就失效。到时阵伊上公堂。若是拄则安尼胡言乱语，咱两个一定会互牵连着。安尼是要安怎？即马只有靠老皮温啊。对呢，还阁有老骨疏啦。虽然讲这个法术属于你无法度破除，也毋过我相信，只要有心经验属于老骨疏，这件代志一定有办法来当解决。少爷。我是对伊讲唔对啊，是。想袂到我欧阳一世人经过这么多大风大浪，伊向只有我先算好步数陷害别人，今麦颠倒就予别人来陷害。如今唯一的办法，竟然是等老皮翁来救我。关在大牢内面，什么拢无法度做。一个人靠家己一向上大的敌人来搭救，欧维勇啊，欧维勇，想袂到你嘛有落到这种地步的一天。想袂到苏阳竟然就是国师，我都在想，魏大明来，搁要发誓甲伊离，哪有这拄好的代志？袂呢，即摆搁袂呢，甲国师相认，时机还袂到，无恁相认，即会害我甲国师陷入危机。看起来，我另外找机会，甲国师单独见面。我果然无约唔着。探风公主身躯边的玉钢，都是素皇子。一位是苏阳，啊，另外一位呢？启禀大公主，我的名叫做苏娇，我是为大明国前来投靠东鲁国的，今嘛伫咧青衣将军遐做伊的军师。伫咧一个真拄好的机会，拄到我失散多年的阿兄苏阳，也毋过真无奈，世事多变。经过这么多年，阮阿兄已经变作一个奴隶，
就是因为阮阿兄即卖身份地位，建议将军交阮阿兄会毋知影宫中的规矩，才会命令我甲伊做伙进宫，帮助伊斗阵照顾女王。想袂到卢香姑娘竟然会做军师，啊，不过这帮兄妹啊，对国叔甲卢香姑娘确实是真好个暗号。建议将军说笑的确实真周到，就照伊的意思。让恁两个离开，照顾阮母后。请大公子放心，苏阳一定尽力。若是有甚物需要，会用请外方特殊处理。伊前能力，伊自然会晓判断。公主，你是安怎？我不要紧，无需要大惊小怪。公主这阵啊，为了正事，阿公女王身体四处走动。无时间休困，一直真忝，才安尼。大公主，请你放心，阮阿兄一定会想办法救女王。你赶紧去休困。大公主一定要好好照顾家己的身体较重要。是啊，请大公主一定要保重，我知影。公主，我陪你回去寝宫休困。公主有难，公主，奶奶走。王后别墅，为了要女王早一日恢复，请你把宫内所有药材清单给我，我要照清单来开药方，愈紧愈好。好，我随去。事，敢有必要安尼做？唔是应该先开药方，再过去听药材，敢唔是？你讲得无唔对，将来药材遮尼多，开始是无需要看药材来开药方。我安尼做是超过伊要撇开外方的事。是安怎讲？因为拄啊大公主的破脸，无会无个登记，这是无好的情调。这表示公主有难。那安尼咱该安怎做？咱啥物拢无得做。我敢若知影灾祸将至，也毋过我毋知影是啥物时阵要以啥物方式降临，所以无法度预防。代志哪会安尼？即摆较紧急的是欧阳的代志，沙乡青龙路家明仔载公信，就是会当洗清欧阳嫌疑唯一的机会，我一定要好好把握。陆相公娘，今夜我落去找欧阳，甲伊参详明仔载会确信好办。那大公主。咱就信心希望伊平安无代志。竟然只有看到身处风雪尊贵光彩，却不知影这光彩的背后是被黑暗所包围的。想袂到，你竟然当体会我这种感觉。公主，玉皇只是将心比心替公主想。您讲我忝啊，确实无唔对，啊，不过。不是我的身体忝啊，是我的心感觉足忝的。这边的危机，唔知当时才会当结束。结束了后，是不是阁有新的危机会出现？想到这個，我就感觉足忝的。公主，危机是一时的，请公主你也坚强起来。我相信这危机一定会过去的。
你讲得遐尼轻松，玉刚，我身为女儿国的大公主，将来王储，我所排的责任，不是我一个人的代志。假使我若脚步打岔，背后所牵涉的，不是干那几条人命尔呢？我特别若想到这，我就足烦恼足惊的。我烦恼讲，我今日所做的决定，敢是对的？我的决策敢是好的？啊，不过我发现我有这款想法的时阵，我就搁有罪恶感。身为一个国家的领导者，我哪会当有这么软弱的想法？玉刚，你是不是也感觉我足软弱的？公主，身为一个领导者，在做决定之前，本来就会怀疑甲丢毒，假使无这怀疑甲丢毒，一定不是很好的领导者。而且，一个领导者做代志之前，本来就应该三思而后行。所以玉刚无认为公主你是软弱的。玉刚，我真正是唔捌你呢。你明明就是一个普通人。啊！不过你却对这款大事真有主见，袂输你嘛是一款承担重大责任的人。听你讲话，看你的行为，袂输咱是同款人。哎呀，我今日无意讲国公主无好啊，我身份地位话，袂呢，我一定想办法来安排。啊！不过我想啊，大概。面对台风的时阵，我就袂记得伪装我家己，把上真实的家己泄露出来。我到底是安怎？玉刚，你是安那？那也唔讲话。哦，公主，请你先休困，醒过来了后再想这个代志。男的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你安尼，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你是空气阿少？真正困去啊，可能伤忝啊。带兵做这个人，哪会忽然间就困去？而且我困得这么深。刚刚，公主，公主，奇怪，哪拢叫袂醒呢？而且完全拢无反应。袂呢，我袂呢，让伊安尼继续落去，找故事。心里一下搞，苏皇子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我嘛唔知影，我甲公主等于轻功，伊伫化忝，了无外久伊就困去啊，困去了后我就惊叫，叫袂醒。我感觉你状况唔对，所以我就我看卖。大公主是中了毒香，而且你毒香内面佫有武器，甲你我所中的武器一模一样。
壮壮，不过你爱照你的良心一样啊。实在是足拄好诶，前一阵嘛，国主因为无法度找着四皇子，一直咧烦恼，毋知影要安怎救女王才好。原来我心上良心，要当解女王甲唐公主心上的魔气，这嘛是好大明朝甲努力过停止战争上好的时机。殿下呢，国主管理正严。壮壮，下。召唤，阴阳斗王，急急如律令，臣。你的身体敢记载会着？我记载会着，我无问题。那继续进行。是。太极召唤，阴阳斗王，急急如律令，退。你身上的精良精气有衰退现象，之前你是不是有破病或者是受伤？啊，若无你精元，那耗损这么严重？是啊，我之前有受伤，不过已经得要复原了，敢有影响？有影响。宋总，我担心你精元耗损伤多，咱也是先卖为大公主做完。袂呢，先救公主要紧。宋总，像我安尼做风险伤大，我担心你的身体支撑袂住。告诉。我已经讲不要紧啊，了后才会休困，自然会把这冤气报得，敢不是？宋总，我也是安尼讲无对。国师，请你莫搁丢丢，搁即时间吧。是。太极召唤，阴阳斗王，急急如律令。咱咧做伙，女王甲唐公主心情就好起来。奇怪，因两位是安怎拢还袂精神过来？我看卖。你认为这个安怎？宋总，女王甲大公主身上的魔气虽然已经化解，也毋过因中毒伤深。这另外需要解药，因才能完全清醒。需要解药？可是，哪能解药敢来配者？我伫古册捌看过，必须要找到高龄的心脏来做药引，因为这种药引会当化解所有魔毒造成的伤害。高龄。这敢不是一种传说中的动物？咱是要安怎找才找会到？在古早时代，捌听过这款的新闻，啊，不过即卖是不是有？我就唔知。所以，咱也是要想其他的办法。啊，若无，女王甲大公主都永远无多醒过来。
所以，咱也是要想其他的办法。啊，若无，女王甲大公主都永远无法度醒过来。袂呢，一定要叫公主。苏皇子，你看起来敢那真关心大公主。陆相公娘，你莫误会，我是在烦恼，卡出太皇公主无法度醒过来。然而，这陆离公的诸多款，对我向大祭司主席派一票，大明朝甲陆离公。和平的关系，嘛遥遥无期。苏皇子，你伫努力国内面，果然是观察非常详细。啊，不过，公主到今嘛是昏迷不醒，实在让人真烦恼。是不是应该想办法，让我会使暂时改扮大公主？陆相公娘，这真困难。你两个星座无同，哪有可能我嘛正人诶？是有办法。啥物办法？上眼款。上眼款。杨国如想讲了，你即马根本都无武功，安尼做伤危险啊！哎，国叔，无要紧，非得我即马是公主的难度，我连踮伫刘湘姑娘身边要保护伊，而且将来各方的情势，还佮有人事关系，我拢真了解。第一时间。吴湘姑娘假扮公主应该是无什么问题。虽然有淡薄风险，但不过若是安尼做，莫里卡，咱能进行一挂代志。国叔，你讲了无唔对。好，我即马马上洗碗。吴湘姑娘，请。太平花，心容幻化，急急如如你。成功啊！真是的呢，果然是大公主的模样。啊，不过你的声跟公主无同呢。那你是要安怎？不要紧，声随形化。嘿，继续努力。嘿。不想讲了，你即马讲话搁试看卖。本公主。真正是太皇公主的声哎！爱记宽恕修心，会当卖讲话就卖讲话，以免献出原形。本公主做代志，敢阁需要你吩咐？苏公是安怎？可能心伤忝嘛，大公主爱我甲伊送倒来休困。哈，啊，紧休困，紧休困。多谢外方地主，那安尼我先等去照顾女王。上外方地主，哪会安尼啊？将军啊，你放心吼，有事努力服记录，会交代给我就好啊。你敢有法度？啊，将军，这代志对我来讲哦，难缠不缠的啦。搁再讲哦，你唔是要入宫去值班？时间无早。安尼就麻烦你啊！哎呦，你放心，这将军府我甲你顾条条，袂用管去。单将军，奇怪，你明明是中毒。我讲是伤忝才昏去，
这女儿国的风景一定有问题。是讲嘛奇怪，今日这女生哦，那安怎看安怎怪。这是啥？我用一个我的五眼六神通的天眼通，甲看卖下咧。五眼六神通，是天眼通。这查某囡仔，都是努力国的大公主探访。老国师啊，啊，回想我咧平常时啊，甲你夸两句啊，你都无欢喜。即马还出这难题给我。一定是老国师。少爷，恭喜你，命不改转。你脱身有望啊！你会用准备替阮收尸，然后目睭金金看到大明甲努力国交战，血流成河。这话要安怎讲？迄个沙将青龙皇施法，伊即卖硬讲，阮是以含怀女王的强犯，若是无法度破开这个法术，明仔载去你公堂，你之前所做的一切努力，都拢乌有去啊！如果是法术。老国师，金门遁甲，一个五行八卦，拢是你的专长。明仔载就要公审啦，你是不是应该在你公审之前，想办法破除三凶身上的法术？万万不可！在暗五明，若是这个时阵破解法术，一定会打草惊蛇，会让对方提高警觉。到时阵，无定着伊会变出更加毒的招数。我唔对，即个情势对咱不明，咱啥物拢袂用得做。咱家来当做的，都是以情制动，以守为攻，这当攻其不备。卡主，假是要破解因的法术，明仔载伫公堂之上，都是上好的机会。先生。你敢有甲欧阳讨论出明仔载伫公堂上，明仔帮助因两个洗脱嫌疑的办法？即摆情势更加困难，这小人想袂到。可是哪会安尼讲呢？三阳青王伊可能由法术来控制，而且伊硬讲欧阳甲伊是同僚。假使明仔载伫公堂之上，无得破解伊的法术，那咧欧阳甲熊青山两个人难逃一死。这幕技术者真正这么恶毒。竟然做出这款心胸手乱的代志，而且代志搁处理甲清清气气，完全无隐晦自焚的顾虑。
这个对手开始真歹用。照目前的情势看起来，我明明知道戴志书的嫌疑上大，也毋过我煞无得去救牌。连想要救欧维勇甲尚青山，嘛困难重重。是啊，啊，毋过若是法师的问题，莫讲。明仔载伫个公堂上，既然是我代替唐红公主主审，无得卡发当掠着什么空棒，帮助因两个洗清冤枉啊！对你个情。